成了习惯。第三餐，哪怕粗茶淡饭，我们却品出了谜一样的甜。喊你一声我的老伴，你一声我就会心安。我们相互牵绊，我愿日日夜夜守在你身边，日日夜夜守在你身边，日日夜夜守在你身边。哎，老弟好，太好听了，嫂子好，哥哥好，节日快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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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才我连了一个北京的一个大姐，她口才可好了呢，她夸了我一顿，好像我，她夸我这一顿，相当于我找了一回女朋友，可得劲儿了。哎呦我的妈！对对对，哎呀姐，哎呀，你确定吗？找女朋友就得劲儿是不是？不是，咋解释啊哥这个事儿哈？哎呦我的妈！等嫂子不在的时候，我再给你解释这个事儿。对，因为我这几十年来没这个体会，啊、你也不敢体会，关键是是，叫韩喇子出来了，哎呀哎呀哎呀，我现在发现了，嫂子，我跟你说，我哥是越来越会播了，现在没错，对对对，都是跟你学的，那可不是啊，他本身就有这方面的天赋，他只是在你面前不敢表现，这家一步一步的表现呢，这是。一点一点的漏，嗯，对对，一点点渗透。我刚才那个吃饭的时候，我看见你给那个谁，那是是啥呀？主持人叫什么？那个嘴叭叭叭叭那个。华少。华少。华少。啊。对对对。他那个今天开的比较早，他那弄一个这个旅游的那个景区的一个连线，后来呢，后来又连了一个北京卫视，我说得重视点啊，这北京卫视他为了那个，你看你的手机。那个右上角不有一个抖音五四歌会吗？那几个字儿吗？啊，他要连，他要介绍那个，我们去唱了一首歌，他这青年节嘛，我那意思就是能不能唱老伴儿？他那个一想不对，这个青年节唱老伴儿的不大合适。对，后来就那个选的那个《爱情一百年》啊，又聊了聊了有四呀啊小一个小时，小一个小时呢，嗯，这个我特别想唱那个什么，我老想给自己正一下名，就是说说明我唱那个等你等了那么久还不错，但是呢我这个真不敢唱，每一次我上次给他唱了发挥不错，见好就收吧，我那个哎呀对歌吧唱完了以后一大堆人喷我，那跟七龙不一样，那弯拐的不一样也不行，我估计从今天开始龙家人都不说这话了，因为那歌是真挺好听的，我这样吧，我就给唱那个那个平凡生活吧，好好哟、这个。平凡生活我没听歌唱过呢，还那咋了的？来来来，这个歌准备好了挺好啊。哎，我就觉得那个抒发我这个东北老爷们儿的一个情怀。嗯、来，开始了，开始了，开始了，平凡生活。一个很普通的我，为了理想奋斗过，也曾寂寞孤单过，黑夜里我也痛苦过，日子一天一天过，我曾爱过也恨过，经过风雨才明了，我不再要求那么多，我只想平凡的生活，我只要简单的快乐，人生本来就很不容易，何不让自己活得洒脱，我只想平凡的生活，我只要简单的快乐，我不再奢望和脆弱，
坦然面对未来的生活。哎呀，好啊！方军给你送礼物来了。好，方军啊。啊、确实是啊，方军唱得好。哎呀，对，别看咱年纪大啊，谁唱得好，咱们都心里明白。一个很不懂的我，为了理想奋斗过，也曾寂寞孤单过，黑夜里我也痛苦过，日子一天一天过。我曾爱过也恨过，经过风雨才明了，我不再要求那么多，我只想平凡的生活，我只要简单的快乐。人生本来就很不容易，何不让自己活得洒脱。我只想平凡的生活，我只要简单的快乐，我不再奢望和脆弱，坦然面对未来的生活。我只想平凡的生活，我只要简单的快乐。人生本来就很不容易，何不让自己活得洒脱。我只想平凡的生活，我只要简单的快乐，我不再奢望和脆弱，坦然面对未来的生活。谢谢耀阳哥，谢谢。哎呀，太棒了！你看，你说哥，这首歌这演出擅长也肯定很好，肯定特别有气氛。对。这个主要是这个，就不知道谁写的，你说。你真逗。你看我哥夸我都是拐弯抹角的夸，你知道吗？这个，哎呀，你看我这歌唱完了以后吧，就说明表现不错，马上就有问我你这个声卡是什么声卡。我告诉你啊，这个至今为止，为什么我能跟这个王燕导演还有祁隆我们之间连线有这么多的欢乐哈、啊？主要还是他们最开始帮助我和任静。我和任静一晃直播已经一年半了，现在手机仍然是王燕送的，声卡是祁隆送的。哎，就是这么一个状态。那个得有人是不是？有人这个扶着啊。你这老傅年纪不灵了，你这没人支持呢。你这谢谢谢谢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哈。所以那个直播到现在真的很快乐，也谢谢啊，谢谢龙家人的给我和任静的支持。虽然那个龙家人要求比较苛刻，所以那个，但是祁隆他说了，他说他呢，这个话是有道理，就是他在唱自己歌的时候，可能很随意，但是一旦要唱别人的歌曲、别人的成名作的时候，就要百般的小心，生怕那个发挥不好。这因为什么？有别人在那比着呢。所以我呢，就是脸皮厚，也经常唱祁隆的歌。哎呀。你这个东西有的时候他比不过你这个该咋说咋说，但是我也有我的强项。你说我唱开大船挺好，我非得去那个祁隆的那个唱那个小颤音，所以就有点难为我哈。那个咱们龙家人以后只有一点哈，这样才能导致我的音乐那个进行传唱，不管谁唱我的歌，大家一律打好听哈。哎呦我的妈，这个话说的好。对，你这样我就下回我就对开专场。谢谢五二七六的朋友们，下面就谢谢所有的龙家人，不管谁唱我的歌，一律打，哎呀太好听了，支持，真厉害，就是还带表情。你那个大夫让不让你唱歌啊？现在可以让我唱个一两首。我唱一首啥呀？要不我唱一首？哎呀，我唱一首《我爱你塞北的雪》吧。哎呦，这肯定好听，这肯定好听。我跟你说实话，为啥？这个歌，因为这个歌那个有那个样子，就是那个殷秀梅老师，她本身就是。
东北人，哎，他在唱这种那个他那个弯儿，我跟你说实话吧，我这电脑上存了这个很久了，但是练了半天没敢唱，因为那个声音得要特别的统一。你别看这个歌没有什么起伏，不统一就不像殷秀梅，不像殷秀梅就说明不好听。所以祁龙敢唱，你就来吧。对，回答你要唱像殷秀梅老师，那我不敢唱了，这玩意儿。对对对对的，你看我嫂子真了解我，就是不敢唱，给吓唬了，这一天天的。先把帽子给他戴上。哎，对对对，来吧，我就唱一首，反正这个我肯定是我的唱法。啊，那个我爱你塞北的雪，那可能就一两句，我不太熟，我就唱错了，以后你别笑话家人们，反正这唱错了也好听。okay, 开始。欢迎这个菏泽小伙到我们的家乡啊！欢迎。我跟你说啊，祁龙啊，回去再听听这后面这句，塞北的雪。对对对对。对对对，我估计的副歌一直在听那个，想听我雪。没听着。这不就等着呢吗？这不会唱了啊！你看这个歌，果不其然吧，跟我说的一样。嗯，就是说音域不是很宽，但是想把它唱好听了，那很难。对，
所以这个歌祁隆表现的已经相当好了。谢谢。这个歌这点连线，我跟你说，连我这吹长笛子是不是这气儿都不够用。是那一句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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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哒，气儿真长。对，还不能换啊，这个地方。对对对对对，这个地方确实是啊。好，那个非常开心啊，跟这个祁隆那个什么，你这个状态下连不了别人是吧？不，谁都能连。谢谢那耀阳，不少礼物耀阳啊。有个那个，你说，小白牙，你知道吧？那个小白牙。小白牙我知道，他是一，啊，我知道，我经常连啊。啊，对，我好像见你跟他连过。嗯，那个，我刚才就说要找他，结果连不上。我这么一说啊，啊，还没连上。Hello， 付笛声老师 ，Hello， 齐老师 ，Hello。刚才你们连我的时候，我一点，然后一下子过去了。我刚才在唱歌。啊，正好来朋友连我们。对，我跟你说，哥，这个小白牙我认识，这家伙打 PK 你们的，干不过他都。是吗？这个太可爱了，确实是哈，这付老师特别好。我非常开心啊，就这个也是，我估计我第一次这个跟小白牙连线，是不是祁隆给那个介绍？不是的。付笛声老师，第一次是因为我们家有一个大哥，他非常喜欢你，然后呢，他跟我介绍的，他去你直播间看过您，然后呢，后来我也过去看了一下您，我就飘个屏，我说老师能给我点个关注吗？然后您就很客气的给我点了关注，后来我开播的时候连您，然后您就接了。哎呀，对，我这个你是缘分啊！你看这个漂亮女孩，只要一说关注，那我肯定马上很快啊，很快。祁隆老师也是特别好，人特别好啊！对对对，对，我们开播都是跟这个祁隆学的，因为这祁隆他这个经验老道，知道哎，他知道怎么说话，哎，这个说话老师可猛了，对呀，可猛了，说什么让人家留着那个不走。这我们这慢慢学习嘛，不是？你看哥，我哥那直播的时候，那29000卡那儿不动了。你说你，我说你等一会儿哈，这个我刚才开播就是5分钟以后，我直播间人数就29000，也不上也不下啊。我说你等着，龙家人现在正在龙家现在正在刷锅呢，收拾床呢，一会儿就来了。我说，因为放假了，大家都可能出去旅行了。那我现在正好29000，那我现在都6万了，你看，哎，这是这。那个，我们这边的家人们有洗碗都洗这么长时间啊？你看，哎呀，你看来了，现在来了1000，正好3万。没事，你们我们直播间有好多人，然后大家可以，老师你们开播也可以随便连我们，我们直播间都是喜欢听歌的，是吧？谢谢。行，那个，那就是这个。祁隆，咱们让小白牙，对，来一首，他唱歌非常好，哥，我认识，我认识的早，那个因为那个我一开始老刷着他，看不见脸，就是唱的非常好，现在就是谁知道祁隆老师，你看的是谁呀？谁看谁？我因为付老师，我的耳朵老贼了，你跑不了我的耳朵，你这家伙。行，那咱们怎么唱？是我们再邀请一个，还是咱们三个？那个啥，那个不打 PK 光唱歌，付老师不干那事儿。好，对，好，那我先来。没，我跟祁隆都已经唱了半天了。对，就是因为这刚才连了你一下没连上嘛，我们俩就开唱了。哎，那现在就该小白牙了啊。好，来，我小白牙很厉害。小白牙很厉害。选一首什么样的歌大家会喜欢呢？你唱什么都好听。好，那就这个《离别两依依》吧。啊，《离别两依依》，名字真好听。嗯，我希望将来有一天我也有一首作品能像我们这三位老师这样火。哎呦，会的会的，那这不指日可待吗？这不，我们直播间的朋友，我们给祁隆老师还有付笛声老师微点关注，咱们点点关注好不好？谢谢，谢谢大家。如果不曾遇见你，我会漂泊在哪里？为谁而笑，又会为谁而哭泣？
如果不曾遇见你，我会浪迹在哪里，为谁停留，又会为谁有勇气。我不怕相隔千山万水的距离，只怕时间流逝冲淡了回忆。从今以后你要保重你自己，谢谢你给我一生最美的回忆。老师又唱完了，哎，等一下，自己唱完了，大家给小白牙加加关注哈，谢谢老师。谢谢我们直播间的朋友啊，我们给齐龙老师还有我们付笛声、任静老师点点关注，谢谢大家。真棒，真棒，真棒！如果不曾遇见你，我将漂泊在哪里？为谁而笑，又会为谁而哭泣？如果不曾遇见你，我会浪迹在哪里？为谁停留，又会为谁有勇气？我不怕相隔千山万水的距离，只怕时间流逝冲最美的回忆。舍不得你，忘不了你，更着千言又万语，离别两意痛彻心底，眼泪淋湿了衣襟。舍不得你，忘不了你，此去一别千万里，无论千万里望着珍惜我的生命，曾经深深爱过你。舍不得你，忘不了你，更着千言又万语，离别两意痛彻心底，眼泪淋湿了衣襟。舍不得你，忘不了你，此去一别千万里，无论千万里望君珍惜我的生命，曾经深深爱过你，我不愿你相聚，只是在梦里。真好听，太好听了！谢谢依依姐，谢谢，谢谢依依姐，谢谢。好听啊，好听，好听，谢谢，谢谢，真好听。是不是那个祁龙有经验？那个是不是脑袋顶上一个小红牌是都能发挥好啊？不是，我看你脑袋上有的红牌也是红牌，这个就我顶着红牌了吗？顶过。有的时候也就顶那个人气票，对人气票，我想起来了，对对对对，他顶一小红牌完了以后，可能唱歌胆儿就大，是的，胆儿一大就放松，要不然这歌怎么唱这么好呢？对，谢谢老师，这首歌我也是第一次听啊，舍不得你，舍不得你，忘不了你啊，对，舍不得你，忘不了你，对，舍不得你，忘不了你，你别乱唱是吧？你们俩要在一起，真是笑死人！谢谢谢老师的夸奖，多打听。哎呀，这个那个直播间所有的家人们，没有给咱们的小白牙点关注的，点点关注哈。那个咱们啊，那个小白牙，我咱下一步我约你一局，打个什么？我听说什么？你不是你直播间，我听说直播间也5-6万人，是不是？直播间
7万多人，七万多人，好，八万，啊、多厉害！我听说再打一局加会员的嘛，行不行？那个上面找我了，他说你只有你1200万粉丝，你的会员只有100个人，你这整的啊啊，这个是确实有点丢人啊，要不再互动于会员呢，行不行？可以可以可以，这样我有个提议，我们俩再给。大家唱半首歌曲、哎、然后我们就直接就下了、哎、因为那个哎我们这一下正好成全你们这一对儿，那个你们俩干一局对干一局、啊、对、啊、这个那个啊傅老师的意思成全一对干啊，哎呦我的妈那就直接下呀，那直接下吧，你们就没有没有，我们老师唱一首歌吧，我们家好多朋友都喜欢听，没错没错，我们几位老师唱歌，嗯，对对对，会说话了是吧？来，唱啥呀？那个你就唱自己的歌呗，唱自己的，唱还有什么？还有什么？我想听一个你是快乐的那个歌歌那个啊，可以来一半，我就是快乐的，谢阿荣，会，女孩朋友也会。你这90后的孩子，你怎么会知道这个歌呢？你因为我真的没有，我没有说谎。我们是我爸爸妈妈，包括我们是真的很喜欢几位老师，跟爸爸妈妈听的。是，嗯，好，2000年作品。带给大家你是幸福的，咱们直播间朋友给我们付笛声老师还有齐龙老师点点关注啊，谢谢小白牙，我们大家也给小白牙，可爱的小白牙还有齐龙老弟加加关注哈、啊、哎呀真好听这声音的啊，哎呀不让我寂寞，你给我快乐，也不会难过，因为有你安慰我。若是我的脚步总有你牵挂着，再难走的路算什么？就算风雨多，让我陪你度过，可谁不想有温馨的生活？但是人生从来总有起起落落，心中有苦从不说。你是幸福的，我就是快乐的，为你付出的再多我也值得。因为你是痛苦的，我就是幸运的，我幸福走过的是大家搀扶的。谢谢大家。那这首歌呢，也代表了我和任静啊，对咱们三个直播间朋友说的话：大家是幸福的，我们就是快乐的，祝福大家。欢迎李红贝，谢谢你。就算风雨多，让我陪你度过，可谁不想有温馨的生活？但是人生从来总有起起落落，心中有苦从不说。你是幸福的，我们就是快乐的，为你付出的再多我也值得。因为你是同路的，我就是幸运的，我幸福走过的是你搀扶的。谢谢大家，谢谢。哎呀，那个好听，好多回忆呀、啊，哥，听你这个歌，因为当时我特别喜欢这首歌，
你发出来以后，两千年左右的时候，我特别喜欢这首歌曲。真的，我觉得我是实现了儿时的梦想。我小时候我们家开过歌厅，那个时候放那个 VCD 啊什么的，我就在这个画面里面能看到两位老师，然后现在能这么更近距离、更亲切的接触。哎呀，就幸我们小白牙真是。对，任静说了，幸亏有美颜，要不然。对，要不然小白牙失望了哈。对，没有，幸亏有美颜，要不然你，我跟你说，我直播间都没有人看的。不可能，哎呀，小白牙还挺幽默。好，那这样啊，我有一个提议哈，我们直接下，你们就开始这个战斗一把。嗯，完了，我在那个，我看看啊，我下来以后，我拿着我这个手机去支持谁呢？那不是我们家会员，你得支持我呀，你支持我，小白太可爱了，我就支持你哈。嗯，对啊。嗯，对，这个我太可爱了，我得琢磨琢磨。那老婆借点钱行吗？哎呀，咱家钱你管着，我要钱。这谁整的？好，OK。啊，我再说一句话，我就下啊。嗯。咱们这边的朋友，你们就到他们那儿去看看，他们怎么个打法。因为咱们这边我这个业务不太熟练。嗯。好，谢谢我们这边的朋友，谢谢老弟，谢谢小白牙。然后你们就过去看看热闹。然后呢，我们就那个下一次啊，每周二、四、六晚八点家庭音乐会等着您。好，好的，谢谢，好的，再见，各位宝贝啊，节日快乐，再见，节日快乐。对，让傅老师看祁隆老师，任老师看我，哎，公平，一起看。好，好的，好的。那个啥吧，谢谢老师。秦老师，你说吧，怎么战斗？不是战斗，我这会员太少了。你上面找我事儿呢，说你一千多万粉丝就100个是会员，你这家伙的。我有410个会员。我181个啊。哎呦我的妈！那来吧。啊，对吧？那来吧。对，是这么着吧，反正那个别影响到你的 GDP 啥的。哎呦我的妈！那个没事没事，秦老师，我也没有什么 GDP， 就平时随便玩，没关系啊，输赢我也。没有啥的，没关系，咱就这么着吧。那个大家先别加哈，咱们就是连总榜带会员的，行不行？两个呗，总榜带会员。行吧，一下子完事儿，什么样？就是那个对总榜，我就是带秒吗？带秒？带。哎呦我的妈！那得7分钟以后再秒，你这家伙的！哎呦我的妈！啊行，好说。哎呀，吓人呐，这咋的？气势不是老师，其实我是吹牛的，但是要有气势不是，给兄弟们打鼓劲儿。对对，行吧。咱就10分钟的哈，就是总榜加会员，是不是？行啊，就是总榜就是不影响你的 GDP， 会员呢就是我是完成一下任务。光是啊，行，我没有啥 GDP。来十分钟，来你开吧。啊，我看一下啊。哎，我看能加多少会员这10分钟啊？现在是我看多少会员了啊？啊，我是410。你410，我是202个会员啊。好。对。400102，来吧，所有的闭麦了，闭麦了啊！开始闭麦，来吧，兄弟们，今天连线的第一场 PK 是总榜加上会员人数。那么现在宝宝们，如果能加会，感谢李鸿飞，所有的亲人们、家人们，这是总榜加会员，我更在乎的是会员的人数，好吧，家人们，加了会员，咱们尽情，咱们没事唠嗑，呱嘎嘎的，行不行？所有的亲人们、家人，如果特别喜欢祁隆的话，点击上面的 V 字加个会员，好不好？月度会员就行。再次感谢所有的亲人们家人，欢迎齐宝忠，哎呀还姓齐的呢，还有我们的平凡世界续费的会员，来所有的亲人们家人们，没有续费完没有续会员的所有的家人们，开始加会员，谢谢。我只想平凡的生活，我只要简单的快乐。10个人了，感谢霞姐，谢谢我们的小花猫，谢谢花猫，还有我们的哈瓦，哈瓦，谢谢您的请勿打扰，感谢请勿打扰，12个了，还有我们的安德呢，安德呢，晴天霹雳，感谢一和门窗，杭州，我们的名誉不是，还有风雨之行，谢谢您。这是小哥。蒋广春，但是这总榜也不要太差了，被他写条的嘴没了也不好看的是吧？啊，谢谢老贾，感谢我们的老贾。哎，
271个会员了，哎，这就加四五十个哈。谢谢我们的丽丽，谢谢丽丽。经过风雨才明了，亲爱的们，家人们，如果加了会员的话，我专辑出来了，可能有福利哦。是给我会员可能有福利，如果是加入会员的朋友们，我的专辑出来了可能有点福利哈。所以说没有加会员的所有的亲人们家人们，假如我的每首歌曲哪不管哪一首歌曲能打动您啊，那有条件允许的话，请加一个会员，因为这局打的是加会员的个数。谢谢咱们事业的尽头，谢谢您的会员，谢谢。咱们总榜也不要落后啊，谢谢大家。人生本来就很不容易，297个了，这一会加了80多个会员。谢谢亲亲宝贝。我只想平凡的生活，我只要简单的快乐，我不再奢望和脆弱，坦然面对未来的生活。来唱一小段啊。感谢老贾，谢谢老贾的礼物，谢谢大家。这都是全输了，会员也输，总榜也输，不好了就。对啊。一个很普通的我，为了理想奋斗过，也曾寂寞孤单过。黑夜里我也偷哭过，日子一天一天过，我曾爱过也恨过，经过风雨才明了，我不再要求那么多，我只想平凡的生活，我只要简单的快乐，人生本来就很不容易，何不让自己活得洒脱，我只想平凡的生活，我只要简单的快乐，我不再奢望和脆弱，坦然面对未来的生活。谢谢。各位，此时此刻是快有多少会员，叫你们多看点来。OK， 谢谢大家，谢谢。欢迎咱们立百家，咱们的总票总榜是现在时刻差人20000多分的家人们。鱼嘴，退。你给方军啊他们，但是输就输了。我觉得给小白牙打，我可不能输。哎呦我的妈！大哥大姐是不是在这儿呢？不知道。那个这一局不能输啊，就4分56秒的时间，这一局不能输。感谢意和门窗，我看咱们的会员加多少了哈，会员已经加到160个人了，376个会员了啊，看看这一局能不能加到500个会员。会员就是大家喜欢我的话，点击上面的 V 字，充个980，就是一个月的会员，到时候加会员的人，我专辑出来了有可能有优惠啊。谢谢，再次感谢我们的老贾的红色跑车。来吧家人们，该加会员的加会员，该给我打打榜的打打榜啊，谢谢大家，谢谢。我只想平凡的生活，我只要简单的快乐，人生本来就很不容易，何不让自己活得洒脱，我只想平凡的生活。感谢欢乐谷，谢谢你的会员，谢谢。谢谢我们的马哥。我不再奢望和脆弱，谢谢溜达。面对未来的生活。还有明姐，感谢明姐。又叫海神女王，海神女王刚才来了就是没影子了，有我这家伙的。谢谢我们的陈慧，海神女王哈。因为我说实话，海神女王还有方小姐，我欠他们的，我那还有一个还呢。出来混是需要还的。为了理想奋斗过，感谢大明姐。也曾寂寞孤单过。404位会员了啊！黑夜里我也痛，看能不能加到500位会员，家人们，好不好？还差93个。日子一天一天，感谢大福的姐姐。我曾爱过也恨过，经过风雨。
才明了，谢谢爱心永久。我不再要求那么多啊，我也快下了啊，和那个小白鸭互动啊，就我就下了啊。再次感谢我们的大福子姐姐，还有欢乐谷，谢谢心思菩提，欢迎你，还有那么蒋广春。人生本来就很不容易，何不让自己活得洒脱。409位会员，我只想平凡的生活，我只要简单的快乐。哎呀，欢迎咱们的卓尔美服饰啊，所有的亲戚们家人们把卓尔美服饰艾特在公屏上。我只想平凡的生活。这个礼物好大，今天好像收的第一个礼物，那么大的礼物啊，对的。谢谢。我只想平凡的低调，感谢低调的会员。我只要简单的快乐。414个了。我不再奢望和脆弱，坦然面对未来的生活。来，家人们，大家都看着呢，这个总局也不能输哈，会员也不能输，喜欢青龙就加个会员哈，我们打会员的个数的，加会员以后专辑出来以后会有优惠哈。还有就是这个总榜，我觉得不能输，谢谢优雅姐姐，还有我们的陆杰，谢谢你陆杰，谢谢您的礼物。妈呀，差的有点多呀，还有1分39秒。谢谢阿丁的会员。日子一天一天过，我曾爱过也恨过，那些故乡的云，经过风雨才明了。有没有大哥大姐救命啊，在家伙的直播间690000人，所有的亲戚们家人们，直播间690000人，到最后偷塔的时候，不管是哪位大哥大姐，只要打赢了或者守塔了，不管输赢吧，所有的龙家人全部把关注点向他，好不好？龙家人啊，咱们记住这一点，只要咱们最后的时候夸夸夸一阵子啊，咱们所有的龙家人全部把关注点上，谢谢大家。我只想平凡的生活，谢谢宁宁支援，谢谢宁宁支援哈。还有47秒的时间，有没有救命的大哥大姐？我得睁眼看着点，我说。感谢慧智蓝心，谢谢你的红色跑车啊，差一半了，家人们。我只想平凡的生活。还有35秒，谢谢大米姐。感谢农村人，还有30秒的时间啊，还有30秒的，谁来了？所有的亲人们、家人们，把海神节爱的来公平了。我只想平凡的生活，我只要简单。我就知道你不会不管我的，你真是一天天的。还有10秒钟的时间，亲人们、家人们，咱们使使劲，注意守塔。哎呦，亲人们、家人们，还有5秒钟。我只要简单的快乐。我不再奢望和脆弱。哎呀，关键是这没注意的事啊。哎呀，所有的亲人们、家人们，大家把海参女王艾特在公屏上，感谢我们的李鸿飞，谢谢您的礼物，谢谢您李鸿飞啊，大家给李鸿飞点点关注，谢谢大家。我只想平凡的生活，我只要简单。谢谢海参姐，感谢大米姐，还有我们的李鸿飞，谢谢您，还有多少美服饰，方军美家欢乐谷，我们的会员加了320。这小娘们太猛了，我发现我又不准备一下子干不过呀，这哎呀，太厉害了！我们给榜14，我们人间老师点点关注啊，宝宝们！哎呀，太厉害了！你这一天天的，我的妈！嗨 ，Hello，Hello， 好了。哎，启龙老师，不是你这啥玩意儿？你这大哥大姐蹲着我呢，我上你就上，我不上就拉倒了，意思。哎呦我的妈！你这一天天的哈。不是，启龙老师，你没有我们的明白我们的意思，我们是这样的，哎、就是打 PK 嘛，你一下我一下，你一下我一下。你不动，我们就省点钱。哎呀，谢谢依依姐，感谢依依姐的礼物，谢谢。啊，是这个意思是吧？对，我没怎么打过，说是你一动我一动，这玩意儿没练过呀。哎呦我的妈！这一天天的。那个，秦龙老师，我们家不算续费的会员呢，是新加了157个。哎，不说谎。我刚才是，新加了。算续费的，我们是291个。
谢谢你的意见。那这怎么看出来是续费的还是说那个新加的呢？就是因为我们加会员有个心愿单，我设置个心愿单，我一共心愿单是291人。我刚才是202个人，是不是？因为之前我们已经有400多个会员了啊，这样的。啊，那我不会算，我不，你刚才你教过我，我现在在那打的时候是202个，是不是？算你，咱们平手。我算我现在多少了？我看，202个，现在是400，都加了230。我现在是567个。嗯。嗯，我明白了，你的续费的这家伙的，你的哎呦我的妈，就新加的不多，续费的多，是这意思吗？你那个？不是，我新加和续费的一样多。啊，那我就不知道了，反正202,439一减的话，应该是237个啊。你是290个，那还不是你还赢了吗？这玩意儿？哎呦我的妈！啊，是吧？那我罚你什么呢？可以罚吗？哎呀妈呀，还有罚呢！哎呀，你这是！我罚你，祁隆老师等之后，任静和付笛声老师开播，你去加一个女员会员。啊，这个呀，有什么？你不罚的时候我也加一个，这算啥呀？这个。然后那能不能加一个，把我也加上啊？有什么？行不行啊？你的意思，上次我赢你的时候，我忘了罚你了，你在家整？有什么？啊？就加一个会员吗，老师啊？哎呀，加会员，你这是整的，加会员没问题。对这个、啊、没问题，没问题。哎呀，早知道这你一开始咱不说那个程序有惩罚的呢？哎呦我的妈！啊，那你就加这个任静和付笛声老师就行，不用加了。加。哎呀，虽然你是女人，男的提出要求肯定不会同意。哎呦我的妈！没事没事，那你就加他俩也行，那不加也行，那我反正就这么一个小要求小请求啊，对，没了。但以后跟打 PK 时有什么要求，他提前 PK 之前说好行不行？哎呦我的妈！啊，这是咱俩连的时候没讲是不是啊？你这时候你到时候你还说着你还这么说，你输了是不是？秦老师，我输了，对我来个惩罚行不行？我啥惩罚？一辈子不能找那个找女朋友。哎呦，这家伙是啊，兄弟们，这家伙的怨我了哈，怨我了哈，我没有讲提前是不是啊？是啊，这谁整的哈、行吧，那行，那就不算了。小心真的秒杀，是、啊、咱们那个小白牙那个很厉害，唱歌也厉害，打 PK 更厉害。这家伙的，来，那咱俩就唱歌吧，好不好？我看看哈，现在是440个会员，今天加了，好家伙，今天加了250多个会员，那还不行吗？刚才就是180多个人，我开播的时候啊，非常好了，已经啊、挺好，挺好。对对对对，你这么着，那个所有的龙家人啊，正好这次是单连的小白牙，龙家人没有给小白牙点关注的所有的亲们家人们，唱的非常好，谢谢，咱们就点播关注给，我认为这个是比较实惠，是不是白牙啊？来，所有的亲们家人们，给小白牙点关注，谢谢。谢谢。谁呀？我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好的，谢谢大家，谢谢咱们龙家人，祝福一下咱们的小朋友。谢谢对面的宝宝，谢谢对面的宝宝。那个，我跟你说，美女啊，我跟你说，宝宝，你不能再、啊、你不能再惩罚我了，我嗓子你不能再叭叭了，现在。感谢我们老师啊，感谢我们付笛声老师，谢谢。对，付老师在你直播间，我嗓子就是有点坏，我轻轻的唱，行。好，没事，这样老师就是，你按照你的这个想法来，是唱歌还是怎么样？保护好你自己就行，其他我们都没有关系。那我唱歌行。我们给付笛声老师和任静老师都点点关注，好不好，宝宝？对对对对，点点关注哈、啊。那我唱个啥呢？我唱个啊，付老师重色轻友。哎呀！我跟你说，海参姐，你不能瞎说啊！那个付老师那个嫂子在边上呢。哎呦我的妈！这家伙的啊，不点了，别吱声啊！没有没有，那个我唱个轻轻的一首歌吧，好吧？我想唱微，啊、我唱微风细雨，行吗？行，太行了！谢谢付老师，不刷礼物，付老师啊！微风细雨。没有给小白牙点关注的家人们都点上关注哈，
也希望咱们小白牙谢谢在艺术道路上能够赶紧出一首主打单曲，你这正事儿。过两天就出了，因为刚录完前段时间，前段时间就是我们方文山老师写了两首歌。好呀，方文山就都用上了，那点厉害了这回。好听好听，老师嗓子要不好就少唱一点。哎呀，这是最近高音没练，就练低音了。我觉得我就是你听我的低音还行是吧？哎，好听啊，特别好听。嗯，谢谢谢谢。谢谢齐老师有才华，能写歌，然后又能唱。哎呀，这哎呀，我要努力，我要加油，我也去学写歌，然后向你们看齐。好的，那我们给齐龙老师点上关注好不好？谢谢大家。直播间所有宝宝没有点关注，我们给齐龙老师点点关注，还有我们任静老师、付笛声老师，感谢我们三位老师。哎呀，好的好的，谢谢。OK OK， 你给大家来一段啊。我也来一段啊，行，那我就恭敬不如从命，唱的不管好不好，来一段。来我唱一段《桃花诺》吧。啊，《桃花诺》来，这个好听。前若缱绻誓言，风吹雨疏卷，岁月间万径细拥横念，心有喜但愿执念，轮回过经年，弹指间繁华开落多少遍，这一世牵绊纠结，触动了心弦，下一世不知可否再见，留一片桃花纪念，了却浮生缘，眉目间还有我的思念，是错爱偏开在迷途，我前路我就不，我希望你我最初，我白白留在爱你头颅。哇，谢谢谢谢依姐。哦，音色真好啊。哎呀，谢谢谢谢依姐，音色真好，音色真好，音色真好。那都没被你选中啊！我啥时候选的？都没唱上你的歌，太可惜了。啊，你这是这个意思啊？这哎呦我的妈！对呀、啊，我说我这还没选过人呢，这玩意儿。对啊，以后齐龙老师好歌可以喊牙呀。啊，我觉得这个有点靠谱啊。
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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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啊，那你来一来，齐龙老师，不是我这白给的话，这个我这要白给的话，不值钱的。你说这个表现，如果说是这种什么什么某规则，我不表现了，我不唱。你说啥意思啊？你不是让我表现吗？咋表现呀、啊？哎呦我的天！那咋表现了、啊、还得？宝贝，你这直播那么长，你直播几年了？你说这话是不是很什么某规则呀？你这玩意儿，你一天天。不是我的意思是，我。你理解错了，我说这个规则是不是要刷什么礼物？不是嘛？就经常在过互动啊，把关系处好不就得了吗？哎呦我的妈！这一天天，你这，我说这个意思。那你说这啥意思啊？你这家把我吓一跳，你这家一天天。我说就是要不要刷什么礼物？你告诉我一下，就是。嗯哎、不用就那个啥的话，不是你这是更好了。你这事整的，哎呀我的妈呀！你往哪儿想呢？你往哪想呢？这一天天的还。你问我什么规则？我说刷礼物啊。啊。好。其实刷刷礼物也是可以的。哎呦我的妈！好嘞。闹着玩，闹着玩。那个音乐闹着玩啊！音乐是啥？音乐这个是，比如说作品，艺术作品那个，不管你写的好白扯，得找着一个唱对的。一个唱的好的，正好能够凑在一起，这样的歌才会有发光发热啊！你光写的好，歌手唱的不好也不行，你唱的好没有好作品也不行，所以说这个东西就是得合二为一，才能那个，才能把这个音乐作品弄明白。对，老师说对，是，对吧？就像有好的音乐作者啊，有然后再有好的歌手，这个歌然后再有好的运气，这个歌就火好了。啊，这运气，去。那我就不懂了，反正我这一辈子没有过运气，所以我的歌一直一首一个一首火的没有。没有，齐龙老师歌、基本上我听过都很火。那个所有的龙家人啊，我跟你说过很多回，我只要连麦，不管干啥事，能说话呢，他就在我直播间说两句；不能说话，他就别吱声。行不行？开开心心的直播就是这个样子哈。如果真正的喜欢我的话，咱就说好听的，行不？龙家人哈，你说关系不好的话，不可能连麦，所以大家开开心心的一种娱乐的心态来看直播，看直播行不行？对，其实直播呀，就像我们跟生活它是不一样的。线上呢是节目，然后线下是做人，所以宝宝们不要因为这个连线啊，然后各种不开心高兴。对，玩直播不就是为了开心吗？对不对？没错，千万不要有那种不开心。没错啊，那个不管和谁连，你看人家那个。特别是那些那个大网红的直播间，我只要一连上，那都不认识我，来一帮人啊，那个就齐龙老师越播越好，一路长虹，哗给我刷屏在这儿。哎呦我的妈！对呀、啊，兄弟们，现在咱们就是越播越好，一路长虹。对，人家指挥的人给拉力。你看咱龙家人，哎，唱的不好，啥玩意？你不能说人家这个。哎呦我的妈！这是不是？那齐龙老师，你慢慢播，我就撤了。OK， 大家没有给小白鸭点关注，点关注啊！到时候我们给齐龙老师点关注。对，到时候有作品碰上，那就弄呗，是不是？对，说不定也许首歌是咔嚓一下出来了，咋整？你说？哎呦我的妈！这是好了，那我走了，老师，拜拜。OK， 咱们那个。龙江人一定要记住这一点，千万记住这一点啊！不管怎么着，咱别带节奏，咱们开开心心的，不管说啥，咱那个不管我连的是谁，咱们龙江人一定要对面想去对面就答说好听的，不想去就在这别动，行不行？你这么弄呢，你直播呢，你没法整啊！这，对，你这第一，第二呢也有可能啊。第二呢也有可能啊，最近这个有人组织一些人粉丝冒充龙家人到处乱带节奏，那我这个没招啊，我说一点招没有。你现在我就跟你们说啊，你们就是特别是就是我说谁呢，那个你给金门说我不能连了，我得下了，我嗓子不得劲了。给金门说一声，我时间播的有点长，两个多小时了啊，那个开开心心的，别做一些龌龊的事情。
在下边，一点用没有。吉人自有天相。我还是那一句，我是个艺人，我呢就是给大家来做音乐的。我也不知道咱们的这个艺人的环境如何，我希望咱们艺人的环境越来越好。艺人不需要被大家看重，只希望这个艺人像普通人一样对待就行。别人因为是艺人，他有名气，他就应该该死。哎呦我的妈！你是艺人，你是艺人，你干什么事情你都是对，都是你就不能啥都不能干，你干了就是错的。咱不能道道德绑架人啊！我相信咱们的法律也不是这样了，对吧？是我说对不对，龙家人？是这意思吧？你不能让那些坏的流油的人，坏的冒坏水流油的人在那逍遥法外，是这意思吧？啊，对吧，家人们？我这吉人自有天相，我相信是对的。那个有些人是黑白不分，还跟那嘎嘎撇了裤腰嘴，还跟那黑白不分呢。对，越咒话活得越好，那这不是娜姐啊！你真正的办过坏事的人，他不用咒，他自己就 over 了。什么都没干过呢，你这怎么那在家走路叮当的？我跟你说，就是你干坏事，你信不信？你干坏事在下里边那个瞎捣鼓的人，来大街上你这个直腰走过一个，走一个，特别是那个人，你在我面前走一路看看来，你上我这儿来，哪怕我的名字你提个名就敢，连我名都不敢提，开开心心的不就得了吗？开开心心的比啥都强。所以说，希望大家以后所有的事情都已经过去，艺人也是人。他也有自己的生活，他也有自己的生活方式，也有选择自己生活方式的这个权利，不容得大家去评论。他是一个艺人，他就该死吗？他是一个艺人，他就是个一直无助，一直是付出吗？他干什么事情都委屈往肚里咽吗？是不是？他不是这个吧？啊，大哥，你唱歌好听，形象不虚伪。只要你匹配就行，你说这句话有什么意思啊？就无非就是说我长得难看，谁长得好看，你他妈看谁去？哎呦我的妈！你巴巴啥在这儿？哎呦我的妈！是不是？你这嫌你？我只想平凡的生活。哎呀，我只要简单的快乐。人生本来就很不容易，何不让自己活得洒脱？我只想平凡的生活，我只要简单的快乐，我不再奢望和脆弱，坦然面对未来的生活。那个网络并不是法外之地，你要是这个人的各方面权利，他都需要维护的。啊，你要是真正的有本事，你觉得谁不好，你去现实里边当着人家的面说人家去，那才叫真本事，那才叫真牛。你就说你看不出眼光了，哎，齐龙搁哪住呢？搁这儿来找我来，指着我，你啥也不是，来过来来看看来，我借你100个胆你都不敢。是吧？你在网上说看不见你的脸，那算啥玩意儿呢？这一天天。哎呦，我只想平凡的生活，我只要简单的。我没生气，亲人们、家人们放心啊，龙家人，我不生气，我是讲道理的，是吧？谢谢红呗。我只想平凡的生活，我只要简单的快乐。我不再奢望和脆弱，坦然面对未来的生活。一个很普通的我，为了理想奋斗过。他不是找事儿，网上找事儿，家人们，网上找事儿他不是找事儿，就是那个我刚才一开播我就说了，你承认别人优秀有那么难吗？对不对？承认别人优秀不难，一个人你想，特别是那个
咱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一生下来就想，任何人都想往上走，谁都想生活过得好，事业做得好，啊，谁都想多挣钱，让自己的生活，让自己的亲人各方面都变得好。你要这样的话，你就得往好的上面看啊，人家过得好，人家为什么过得好？欢迎月儿姐，你得学人家的优点，是不是？你整天怨天尤人，不希望别人好，甚至扎了个纸人咒别人。哎呦我的妈！你这样的人真的是，满脑子里边全是负能量，每天想着我怎么整别人去，我怎么弄他去，这妈的，哎呀我天！我你这样的人，我告诉你，说明哪一天你喝凉水都把你噎死，你信不信？我只想平凡的生活。哎呀我的妈！开开心心的，我认为我这样说的话是正能量，对不对？你想被白边缘拉黑的人肯定不是好人。谢谢清风秋雨，点赞挣2000万，好了，还有最后三分钟的时间，我就下播，叫什么哈？那我今天只是把我心里的想法说出来，因为最近哈、啊、这一两年了啊，你看看我没别的事，我离个婚，你们至于把我弄死吗？哎呦我的妈！你们老拿我这家庭的事说事，这现在离婚率60-70%了，你十个里边6-7个离的，那你不说人家说我干啥？我只想平凡的生活。你网上查一下，咱们那个不管是那个唱歌的还是演电影的，比我外大多了，人家都离了，你再不说人家说我干啥？好欺负呀、啊！这一天天。我只想平凡的生活，我只要简单的快乐。人生本来就很不容易，何不让自己活得洒脱？我只想平凡的生活，我只要简单的快乐。咱们龙家以后办个事儿，以后谁再说那个就是那种负能量的，他们集体去看看，把这照片挖出来亮一亮，看看人长啥样。我估计这长得肯定歪头斜脸。我只想平凡的生活，我只要简单的快乐。哎，龙家人放心，我以后绝对不生气啊，一点点都不生气。我这生啥气？我只是把这个事说一说，不说的话，他们好像是我这人还怎么着似的啊。我只是想把那个我给大家来做的音乐有那么难吗？对吧？还有呢，就是你比如说你们刚才说了嘛，就是哎呀你这人怎么着怎么着，如果是那个某些人如果看不顺眼我的话，你可以来找我，来我住的地方找我都行，你给当面说说你哪看我不顺眼，对吧？别在网上说没用啊，你网上说你说给别人听的，你要是来找我单独跟我说，那他你有本事吗？你说给我听的那厉害，这玩意儿。哎呦我的妈！我只想平凡的生活，我只要简单的快乐。啊，人生本来就很不容易，何不让自己活得洒脱？我只想平凡的生活，我只要简单的快乐。有些很多人没文化的人在评论下面说：“哎呀，祁隆这个人有才无德。”记住一下，你说这句话，祁隆这个人有才无德，你提了我的名，道我的姓，你这直接骂我，你知不知道？我这一告你，你得负法律责任的，你懂吗？没文化瞎胡闹个呢，你懂吗？不跟你一样的，知道吗？你从哪知道我这个你这么评论我啊？你自己你说你的父母也这么说话吗？哎呦我的妈！我只想平凡的生活。我今天为什么会说这句话呢？哎呦我的妈！就是我今天直播，我想唠唠这个事情，啊，那个我自己想唠唠事情，那个以后，不是接受一切解，以后是这样的，你不指名不道姓，我不管你的事啊，你这么着来侮辱我的人格，我就想问你，凭什么侮辱我的人格？你从哪听说的我人品不行？你凭哪一条这么说我的？你把证据给我亮出来。有人说，哎呀，网上什么什么，来把那个东西证实一下，你找有关部门去鉴定一下我是不是这样的。如果鉴定了以后我自己走进去，如果鉴定不了你走进去，好不好？我只想平凡的生活。还有把身份证拿出来查，随便查怎么都行，我这人身正不怕影子斜，怎么都行，好不好？你好像不敢吧？我只想平凡的生活，对吧？我只要简单的快乐。人生本来就很不容易，
何不让自己活得洒脱，我只想平凡的生活。我一直没有理你们，并不是我软弱，我是不想计较这个事情，这样就算了，过去了就行了，你们还上脸了怎么的啊？你是不是非得让我抓个典型，真进去一个是咋的啊？然后就老实了。哎呦我的妈！我只想平凡的，说不定那个典型就是你啊。我只要简单的快乐，人生本来就很不容易，何不让自己活得洒脱，我只想平凡的生活，我只要简单的快乐，我不再奢望和脆弱。好了，家人们，给大家来预告一下，我想做一首，下一首歌就是那个，这什么，这不知道我直播吗？我打语音呢，这是谁呢？那个我准备把那个妈妈的手做一个翻唱大赛，然后这两天就会发行，也是我今年的主打歌曲。其实说实话，亲人们家人们，我每年如果不出一首让咱们龙家人接受的东西，你看我为了回避那些黑粉，那该死的黑粉的那个话，我就说为了让我龙家人接受我，看了吗？我就很注意语言了，就是每年特别紧张啊，就是从作词作曲从演唱上就怕有一点过不去啊，对不起大家对我的支持。这是妈妈的手，其实已经做好长时间了啊，明天我就去出成品，好好的给大家来把把关，看大家喜不喜欢这首妈妈的手啊。我也希望这首那个大家第一时间听好了以后，到时候好当评委啊，就是举行翻唱大赛以后，让大家去那个找一些网上的这个或者是现实里边唱得好的来给我翻唱大赛，我就直接奖励现金嘛，怎么讲？咱们龙家人当评委，咱这小规模的，15天之内结束战斗，我看看谁唱得好。什么时候来济南？那个我可能去菏泽，那个月底去菏泽，姐，到时候你去菏泽找我好不好？我没生气啊，龙家人，大家放心啊，我一点都不生气，我只是把事情说一说，我只是把这个事说说哈、啊，姐，欢迎放下姐，欢迎放下姐啊，那个什么家人们，今天这个。并不是我故意生气的，没生气，我一点都没生气，我把那个事说一说，就是省大家一聊，是那个刺着鼻子上脸，跟他叭叭叭叭叭，好像没人管似的。特别是放下海参姐，你们看着点，到时候就是这个人太坏的话，你直接你该怎么着怎么着，你说说他们。哎呦我的妈！我只想平凡的生活。欢迎黑锅先生。我只要简单的快乐。人生本来就很不容易，何不让自己活得洒脱？我只想平凡的生活。不刷礼物了，不刷礼物了，姐，不刷礼物了。我不再奢望和脆弱，坦然面对未来的生活。大家放心啊，我昨天都说了，我无论什么时候我都不生气了，我只是把道理摆一摆。那个就是很多无知的人，就到时候自己麻烦到自己头上了，不知道咋回事呢。就有些人认为说一句话怎么着没什么事，说哪天麻烦就找到你头上了，你没平时你也不知道咋回事呢，就是因为你手贱嘴贱。我就提醒一下啊，我不会生气的，我生什么气？我生气你那不气死了都啊，是不是啊？再次感谢所有的龙家人对祁龙的大力支持。月底到菏泽还有一个月啊，用不了了吧？用不了那么长时间，新歌应该是4-5天之内就会发布，希望大家能够共同期待这首那个妈妈的手这首歌的发行，好不好？谢谢大家啊，黑锅先生，谢谢你啊，要不然你替我背一下也行，这是。还再次感谢我们的海参女王大美姐李鸿飞，还有我们的大福子卓尔美服饰放下方军啊，美家欢乐谷，还有我们的黑锅先生，欢迎您。欢迎黑国先生，你这个名字起的啊，西北工业大学的哈、啊，谢谢黑国先生。还有什么？颐和门窗、新亮，还有李百家、故乡的云、男孩哥哈、啊，感谢大家，今天拍了妈妈的手了啊。
我背啊。好的，我关注你了，海果先生。行了，今天的直播就到这里，下一场直播应该是发行《妈妈的手》这首歌哈。希望大家共同期待。希望大家不要为龙家人担心啊。不要为我担心，龙家人啊。还有，等以后在连麦的时候，龙家人，咱们最好是，咱们不要说别人。你说别人把对方说的非常比较尴尬啊，有什么事我来说就行了，就是那个。不管是给谁连谁都说好好好啊，就行了。你现在是不是家人们，但是喜欢听好听的是吧？咱们龙家人他不能太说实话啥的，不能也不能太护犊子，这样不好。是不是家人们哈、啊？你这不要这么说哈、啊，开开心心的。我只想平凡的生活，我只要简单的快乐。人生本来就很不容易，何不让自己活得洒脱？我只想平凡的生活。好了，亲爱的家人们，今天的直播就到这里。再次祝直播间的所有的亲人们、家人们，你想把我们培养成虚伪的？哎呦我的妈！直播间嘛，姐就意思来玩哈。直播间嘛，就是开个心的就是。没事，你给我私聊，实话实说啊！哎呦我的妈！我只想平凡的生活，我只要简单的快乐。好吧，好了，家人们，今天的直播就到这里吧，拜拜，祝大家晚安。我明天还得去混音去啊，开心啊，拜拜。我只想平凡的生活。这还好，我这个伴奏手机没了，但是电脑里还有一些伴奏。谢谢大家的掌声，感谢啊，谢谢明星姐姐的闪耀星辰，谢谢红姐的咧咧小脸，谢谢大家啊！如果你喜欢我的歌，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啊，真人真唱，我是一个唱邓丽君歌曲的才艺主播啊，所以大家现在听到呢都是本人，力所能及啊，知无不唱，唱无不尽的一些歌。已经唱了一晚上了，所以到后面嗓子可能有点疲累，但是我们还有一首歌送给刚来的朋友。这首歌也是邓丽君小姐在这个1985年的演唱会啊，那个时候反正我还没生。然后这首歌叫快歌浪花节如女人的一生啊，把那个伴奏找到啊，对，在这里。那这首歌下面还有什么北国之春啊、夜哦对夜来香今天还没有唱想起来了男女金色也男女不知道金色吧と言われて素直に飲んだ肩を抱かれてその気になったバカな出会いがニコリ化けて寄せばいいのに一目惚れ何は不知道よ女の人生
서와다리가가워시대쿠레루코이모다리가가미츠케대쿠레루そんな誰かに振り回されて消えた女がまた一人何は眩しだよ女の女の人生やめました人の情けにつかまりながら折れた女がまた一人何は眩しだよ女の女の人生谢谢，感谢真诚，谢谢，谢谢 Catherine， 谢谢您的荧光棒，谢谢真诚的星星点点，欢迎海绵宝宝，谢谢 Nice 姐的鲜花啊！这首歌呢是邓小姐1985年演唱会的第11首歌曲，叫《浪花节犹如女人的一生》。接着下一首歌在当年的演唱会的编曲中间呢是这首《北国の春》，我和你。北国の北国の春季節がとかいては分からないだろうと尊い顔吹く頃小さな包みあのふるさとへ影ろかな影ろかな谢谢 Catherine生命将会失去意义我们在春风里陶醉飘逸仲夏夜里绵绵细雨聆听那秋虫它轻轻在呢喃一雪花飘满地我的平凡岁月里有了一个你显得充满活力谢谢娟子欢迎 Leisurely 呀
是呀哦呀，我的贝乌达聞こえる北ウニの啊北ウニの春、兄貴も親父にて無口が。这首歌呢叫做《北国之春》啊，也叫《我和你》，是邓小姐1985年演唱会的歌。因为我现在这个手机没电了，就我一般是用伴奏手那个手机来放，所以我电脑里面还仅存一些演唱会现场版本的伴奏。那这首歌完了之后，刚刚还有渊渊点了这首《夜来香》，真的就是夜来香了啊！谢谢。吹来清凉，那夜莺啼声齐唱，月下的花儿都入梦，只有那夜来香吐露着芬芳。我爱这夜色茫茫，也爱这夜莺歌唱，Yeah.